在真对不住，阿叔唔知影，最近伤忝啊。叫在这个金星哈，唔肯离开，敢讲你是伫当天命，想要记着我撇我吗？当然咯、你的功夫这么正好，我只希望你当受你相助。那无的话，依我根本都无这个才调，对抗伊金狮子了。金狮子，跟你何冤何仇？为什么你希望会当练成功夫，要来对付伊？上西真阳，敢会当讲予我了？上情用上来。吼、哦！好做空间官，就用好好我听好老兵。有心想要寸手江山，事态严重，不怪你会这样着急，希望拜我为师啊！人讲天下人，观天下事，如今金狮子心中又跑不完，我确实是想无办法，唔知要求汝英雄你上座。放心放心，这三代志既然我会当了解，我是无可能袖手旁观。你若是有心要来拜我为师，要练功夫，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代过才当练成。现此时，敢是找到金狮子抓到伊胃中吗？当然啦、现在最主要讨回三宝，但是军兵只有牛圈，无人可以发得到。虽然我是女流星。身心当当练，自细汉训练一身的好功夫，我就是希望有机会会当报效刁帝爷。如果你若是相信我的能力会当到，我随身花定剑在身，即刻的花定剑是阮祖传之物，甚至会当斩唐断铁，下铁如泥。我先查花定剑，道君希望会当帮助你众人啊。有姑娘，你这句话，安尼我也心安。请你随我回转，介绍大哥，依你熟悉。没问题，请行。